搞不在。昨天说了，今天说什么秘密？哎呀，那个对，我被死了，搞不在了，第一组。我还警报，我忘了。没打呢。哪儿该跳？教你一下呗。啊，就一进去那个上来那跳舞啊。
我们再来一遍。好久没动了。我觉得你可以不用放那么多，可以就从他那个管风琴那儿放。好了，准备。你小提琴听，我有八号的。真的吗？嗯，哦，是的。
你确定吗？确定确定。你记得什么？没有。那是一个什么？啊。有串了吧？不是，踢但不是那么大。对，对，对，就是一个意思一样。这个好像特别强调，除了前奏以外，现在是夜猫那个。再来一下，现在的动作都太弱了，就干脆中路啊什么的就别说了，好吧？哎，不不啊，哇，不是我这个声，啊，不对，我不管，反着劲儿。坚持啊，对对对。
好。月上花儿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。他最后的重音还是要叫。我也，不太好那样子。你不用报点，就是那时候，然后手机就响起来了，好吧？就最后吧，就最后这个，来，就这最后那个重音，走，一二三，走。Thank you.
终于了吧？对。是。来，好，准备。都已
下。好。峰哥，峰哥，峰哥。峰哥，峰哥，好，咱们今天的攀攀到这里先结束，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采访环节，谢谢各位。对，我想把儿时拍。好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来，咱们再来一场儿时，你就可以。开了，知道满哥在哪吗？反正在兜里找。
刚才这个中间有一些。